你跟我一起回国吧。我马上就要毕业了，我现在回国算什么？要不，咱们俩搬到这儿来常住。我爸呢？你爸？你爸不来，他工作太忙了。妈，你不会跟我爸离婚了吧？ 怎么会呢？想哪儿去了？我的意思是，咱们俩先来，安顿好了，等你爸退休了，他再来，怎么样？不要。妈，我还是喜欢一家人生活在一起。毕业了，我立刻回国。而且这是偶然事件。啊，对了。 我让您去那个火鸡快餐厅找救我的那个中国留学生，您去了吗？啊，我去了，感激的话和感谢的钱都一并送上了。不过妈跟你说呀，以后那个快餐店就别去了啊。为什么？收了钱那就变成利益关系，所有的情感关系在利益关系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。 妈，你太逗了！谁要跟他有情感关系啊？那他救了我，我当面表达一下感谢不应该吗？他要是真想攀高枝，他当时就应该主动跟您打电话，可是他没有。可能他一时还没有确定我的利用价值吧。 燕子，主任，总是倒数第一个下班啊。您才是倒数第一，我是倒数第二。谢谢你啊，今天第一个了，支持魏成啊。那其实也是帮我自己嘛。那，这是什么呀？拿着。主任。 这钱我没那么着急用，拿着吧。燕子，那个技师破格的事儿，上面又没批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咱就接着填表。我就不信呀、啊。算了，主任，别人不想给，伸手也要不来，而且还打脸。谢谢您啊，还有您的钞票，我会尽快还的。 哇哦！真有腻味了你。医手好凉，度娘说手凉主要是肾阳虚，心血管循环不畅，血糖低或者低血压压力过大，还有没穿衣服。滚。我是不同人情。 因为我的事情需要横冲直撞。101、3512、3513、3514、3515，这打不死也不能死的郑小强。哎呀！ 发什么愣啊？还不赶紧上班去、啊，等着吃到扣奖金啊！还有得扣吗？别把直升的事看得太重。走了。师傅，我想辞职。我没带笔，要签字，上车签。 我的辞职信。这事我做不了主，你得找主任。主任为了我职称的事已经找了2次董事长了，我就别麻烦他了，您帮我签了吧。你就那么不想当工人呢？你活不下去了？也不是活不下去，其实和您那一代比吧，我们现在生活确实是好多了。但是对于工厂这些年轻人来说，你说基础社交、时间自由以及被尊重。 这些都和工人们没关系，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呀？那你想好了没有？你辞职以后你去干什么？没想好。你下家都没找好，你就辞上家呀？你们年轻人干事也太草率了吧！你们。不是，哎，现在其实大家过得都挺草率的。你说白领草率吧，逃离北上广；蓝领草率能去哪儿啊？只能逃离工厂。师傅，告别必须草率。 还不至于太难过。您就草率的签字儿吧。这样好吗？反正呢，现在车间也没什么活干，你先休休假，咱试试看再说。师傅，您就签了吧。我说了要草率，你找主任去。师傅，您给我签了吧。哎，燕子。 我把话说出，你看我的婚房，我经过千挑万选，终于拍下来了，怎么样？这个还行。那你把结婚的钱给我呗，有了房我立刻结婚。马云，这小猪刚下岗你就着急结婚啊？稳定点再说。不是爸，什么叫稳定？你说咱们公司的工人，除了稳定下岗、稳定拿白条以外， 我真找不到什么可以稳定的，你赶紧把钱给我，人等着呢。那钱让我借给你哥了。啊，爸，我跟魏成到底谁是你亲生的？ 师傅，休休息啊。 看看，看看，这么多欠款单。还能熬多久？吊着这口气，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了。我是真不想用这张卡里的钱。哪儿来的？你管那么多干嘛呀？ 那个评估组已经进公司了，大局已定。现在要么断臂求生不玩了，要么你去找波斯。魏桃，魏桃，上次踹你车那个女的带了个男的过来找你，你们不用出来了。谁啊？哎，这是你爸的钱，他爱借给谁借给谁，你这样等于打他脸。我来帮他巩固下记忆。起开！他姓魏，我姓马。对不起啊，大家一点私事，打扰了。对，大家回避一下啊，回避一下，谢谢。哎，都别走，回来。有个人帮我评个理。人穷不评理，个小不拉架啊！散了吧。哎，别走。你让他说，憋了这么多年了，把这口气给泄了吧。就看不惯你这一副天生高人一等、冒充救世主的样子。评理我听，马七我走。哎，好，自从你来到我家，你要买书，要买衣服，要寄宿，飞不住家里，什么都嫌紧着你。我倒成为捡来的了，咱俩但凡一吵架，挨打就是我。你以为你这双博士是你刻苦读书读出来的吗？那是我们全家人省吃俭用供你供出来的。怎么，说你两句受不了了是吧？你不是有本事吗？有本事自己事儿自己解决，不要把我们拽上，我们没有能力填你的坑。他就是因为帮你2次评技师让人给黑了，逼着要辞职。说你自己的事，你说我干嘛？拿回去吧，钱我没动。你以为来管你要钱的是吧？你太小看我马岩了，没有这笔钱我一样买房结婚，一样比你过得好。因为你只会读书，我会做人。散了吧，啊，散了。麻烦你，带给你师傅。那，你怎么办啊？你被迫放弃白头盔的梦想时，会难过吗？嗨，没时间难过，还不是得傻不拉几的活呢。谢谢。你说这是干嘛？怕你想不开，寻短见呗。寻短见那是想开了，不是想不开。你准备资料，我们正式起诉陆山重工。你现在起诉也拿不到钱，没准还会扣上破坏重组大局的帽子。那怎么样？我真的去死啊？咱不是还有欧文这条路吗？停。魏成 ，Owens here。I wanted to let you know we are willing to raise our offer to acquire your patent. I hope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iscuss this further. 只有打了官司，从道德层面上才能说服自己和欧文斯合作是迫不得已，这样良心才没有那么痛。去准备吧，我没关系。大家千里迢迢到我们这儿来，你们好好休息休息。道歉啊，抱歉。重组成功，你们各位呢，就是我们公司的救星啊，就算是帮了我们庐山了，我一定会到白河洞去告慰我们庐山前辈。黄先生，你太客气了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好，那就不打扰你们工作了。好，太客气了。好好好，拜托了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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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董事长，准备好了。 审计这么重要的地方，怎么能随便乱拍呢？赶紧出去！公司条件有限，就把大家安排在评估组的对面来工作了，实属无奈，还望大家见谅啊！这不，评估组的工作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就一并把感谢给送过来。来，给大家上点水果。我们来审计就是来挑毛病的，别人都烦死了，您怎么还感谢呢？ 审决策、审业绩、审财务数据、审计非财务信息，你们所做的这一切，不都是为了帮公司尽快完成重工换金融计划，避免国有资产流失？我当然得感谢了。董事长，原来进行发动机国四排放技术研发和升级的专项资金，怎么挪用了？是挪用了，给了庐山一号了。 不太明白，一边停了国四排放的技改，一边继续发放麓山一号的研制费，矛盾哪？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你看，这个魏成，逼人太甚。纠结了，公司不是没钱，能不发工资也没想着咱们。哥，就签了吧。好，麓山重工打款了。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知道为什么？咱们搞科学研究干的不就解释为什么？那也仅限于科学研究这个圈子，出了这个圈子，我必须承认我很白痴。对了，把众筹的钱还给人家，记得给利息。哥，你把这份合同签了。 光我那份分成就够还他们几十年的利息。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出去晒晒太阳，让自己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白痴，顺便吃一顿法国大餐庆祝一下，认清白痴这一残酷现实的重大进步。你自己去啊？我想静一静。 喂，梦石啊，我现在已经在有空调的地方上班了，啊，图片给你发过去了。先生您好，来看车是吧？随便看看。您可以看看我们这辆车，这辆车啊，它是加长加宽版，非常的适合您驾乘。嗯，要不然您上车试试。好，哎，我来。我给您介绍一下吧。这个车呀，全车身都是激光焊接，好处呢是变形小，强度高。咱们这个钢呢，您听，刚度提升了30%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车呀，它安全性非常好。 嗯，你以前做过焊工吧？啊，是的。这样，我给您介绍一下分期付款吧。我全款啊。好，那我登录一下。你新来的吧？第一次签单。你们这的畅销车型卖一台出去，就500块钱提成吧。要是我答应你。 全写，你可以得到3%。要是我再答应你，分期付款，再装潢，摸一下，不亏吧？啊！ 哎，先生，你是不做了吗？这，喂，小朱，为了庆祝姐第一次被炒鱿鱼，姐必须吃一顿鱿鱼披萨。一会儿见。对不起，今天9寸鱿鱼披萨卖完了，只剩下5寸的了。您看，我们给您换2个5寸的，行吗？2个5寸的？对，5+5等于10，还多送您1寸。好吧。9寸的是63.585平方寸，5寸的是19.625平方寸，3个5寸的还比1个9寸的少4.71平方寸。 谁都会有难处，所以呢，你就给我来3个5寸的吧，差那4点几个平方寸呢，我就不要了。好，行，行。谢谢大神。大神经。 我怎么没听出来是你的声音啊？不是我的声音便是杜谷刚，而是我的声音只经过了你的耳膜，并没有进入你的丘脑和听觉鼻塞。简单的事情说复杂啊，是病。简单点说，你的记忆里并没有我。你。 一个人吃得完9寸的披萨吗？花你钱了吗？因为帮我，你丢掉了技师执照，现在又被迫改行，这顿饭该我请。那行，那我再加一个烤翅、虾、土豆浓汤，还有牛肉酥。这些加在一起的热量大概有900多大卡，脂肪转换率为100克。你请客。 你带钱了吗？谢谢。你的车没锁，不就是失业了吗？也不至于把自己撑死吧？白领，看不出来啊。作为 4S 店的销售顾问，大中午的骑着摩托车到离 4S 店12.7公里的地方来吃饭，吃饭时间加上路程耗时3个小时左右，可能吗？不喜欢这个口味不行啊。行，还是鱿鱼口味。按照你的脾气，应该是你把老板炒了鱿鱼吧？公司已经把钱拨给我了，尝试之后还会做整车实验。你到我这里来工作，我帮你解决技师职称。 不去，在大学里解决技师职称要比工厂容易。我为什么一定要当工人呢？我也想做美甲，我也想穿时装，我也想让别人叫我小姐姐，我就是想换个活法，不行吗？大学里解决技师职称比工厂容易。现在放弃，心痛啊！ 你这个老总是话里有话呀，所以你就给我来了万言书，反对中共换金融。对，越是脱实向虚、玩概念的时候，我们国企的经营者和管理者越应该想一想，国家要装备制造业到底是干什么的。国家会因为你的实业而强大，社会因为你的技术而进步，人民 因为你的稳定而富足，但是你那天去麓山的时候，并没有说这些。我知道，领导的艺术是不轻易表态，关山难越。谁悲失路之人呢？我更喜欢“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”。工人们不关心我怎么表态。 看中的是我拿出的药方有没有疗效。思考得很深，也很尖锐，所以我想，能否在上一次省政府的常务会议重新研究一下？但这件事情已经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通过，我也是举着手的。可是我调查以后啊，公司有很多的人不赞成中共换金融。韩省长，您在跟我进行 出任省国代委书记任前谈话时，特别强调要让国资国企健康发展。趁着省委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，能把这个调研报告先交给胡书记看看吗？那你就得罪的人可太多了。捂着帽子当官不得罪人，但是拎着帽子干事儿，肯定得罪人。 要不要改成省国资委？不要。嘿嘿，哎呀，一辆车都没卖出去，还得给你当老妈子，给买吃的，真是良心死寂了你！我这不是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吗？可是你不一样啊。 就凭你这个手艺，你在哪个工厂工地不能挣到钱呀？哎呀，可是董梦石不想让我再当工人了。刘美博士的老婆是个焊工，确实不太般配。你说啥呀？你谁是不谁不般配？你说谁不般配？你跟马爷才不般配呢。你不般配。咱俩呀，也不能这么一直刷手机，要不然啊，这下个季度的房租都没法付了。下个季度的事，下个季度再说吧。哎 ，sorry。搞科研的人是不是经常喜欢撞人、撞树、撞电线杆子呀？ 你腿好了？好了，今天特意来谢谢你。不用，谁看见都不会见死不救的。要不是你帮我止血并叫了911，我可能就去见上帝了。不会，只要你以后过马路的时候看着点车就行。哦，你给我止血的那条皮带，我洗破皮了。这条是真皮的。对不起。 我不习惯接受女神的馈赠。哎，这不是馈赠，我把你皮带洗坏了，理应给你赔条新的呀。真的不用，本身我那条皮带也不贵，都是假皮的。好吧，那就用我妈给你的感谢金，买一条自己喜欢的款式。那笔钱没要啊。 This way. That lady over there is looking for you. Can go. Go. Okay. Sit down. 我好像在哪见过你啊。 阿姨，我以前是麓山重工技术中心的工程师，去过您家。3年前我停薪留职来美国读工程机械博士。怎么说一开始你就知道，芳菲的爸爸是方瑞洲？我是到医院之后才知道的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电话打给我？怕误会我另有所图。 谢谢你救了我女儿，这是我的感激之情。再说，你也是需要钱的。阿姨，我是需要钱，但是我会靠我自己的能力去挣，而不是靠这种方式，否则我以后无法面对董事长还有您女儿。那你打算回国以后？ 继续在麓山工作。对，现在美国上上下下都在谈振兴制造业，让制造业回流，可我们却要放弃，我觉得有点可惜。小董啊，懂道理的人不少，懂事儿的人不多。你和芳菲还有方蕊洲面对的世界。 是不一样的。再见。拜。对不起啊，我替我妈向你道个歉。不用，你妈说的对，我们面对的世界不一样。Goodbye。喂，宝贝儿啊，怎么了？怎么想起这时间给老母亲打电话了？妈，你为什么骗我说给了董牧师感谢金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去那个快餐店吗？怎么不听话呢？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你以前不这么跟妈妈说话的。 我只是跟董梦石交个朋友，你为什么这么做呀？那他救了我呀，我给他当面表达感谢不应该吗？那我爸也是从农村考入大学的，您嫁给了他不也挺幸福的？幸福啊？啊，是是是，我很幸福，我很幸福。芳菲呀，董梦石在美国读博士。 那100多万的费用是他和他那个农村家庭无法承担的，他肯定背了一身的债。对这种孤注一掷的凤凰男，他的野心、他的赌性肯定都很强的。你就是一只刚刚脱了森林的小白兔。可是别说了，请签字。我宣布，麓山1号35兆帕助塞泵内九尝试圆满成功。 什么牛皮糊糊啊！咱们是不是得谦虚点啊？数据只有达标和不达标，没有谦虚一说。我们既然做到了，就应该骄傲。来，让我们再一次为特别牛皮糊糊的自己干杯吧！吧，去吧！ 爸，35兆帕助塞泵已经尝试成功了，接下来就是申请专利了。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变现，我就能带着您到国外去看病。哎，想偷吃啊？那行，咱俩呢玩个游戏，跟小时候一样，谁赢了谁拿1块。 您不是背圆周率很厉害吗？开始了啊！3.14159265535，89273832792050228841971，6939937510582097494，5923078628620880868028034853421170678，我没错，我没错。 没错。师傅，师傅。 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下课。 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 师傅。